10月10日，熊黛林在社交平台晒出庆生的画面，并配文：“生日就要这样开开心心，祝我生日快乐。”画面中，熊黛林穿着一件气质卫衣，画着较为精致的妆容，眼睛很大。她看起来比以前瘦了许多，气色也变得更好了。熊黛林手中举着一个菠萝油蛋糕，这个蛋糕的造型比较简约，但因为是经纪人特别准备的，而且她很喜欢这个味道，所以她笑得特别开心，甚至蜡烛都插不稳了，最后笑瘫在桌子上。画面中只出现了她一个人，富豪老公和双胞胎女儿的身影并未出现。今年41岁的熊黛林以模特的身份入行已经有许多年了，凭借好身材与超高业务能力，在模特界做得很成功，后来又开始演电影。熊黛林还曾因与天王郭富城的恋情备受关注，然而恋爱长跑的最后，两人还是遗憾分手。所幸他们后来都找到挚爱，熊黛林与老公郭可颂于2016年10月结婚，至今已近5年。41岁对于熊黛林来说只是一个数字，她活得灿烂又耀眼，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。最后也祝福她永远幸福。